老板你好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阮静美，我今年22岁，我身高1米55，我体重165公斤，我高中毕业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，我住在北京省。在越南，我是工人，我想来台湾上赚钱。我不怕辛苦，我介绍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